所有的经销商伙伴们，所有的贵宾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呢各位来到2020 TikTok Live Momo150上市发表会。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Iris。真的很开心哦，今天呢虽然呢这个天气呢比较呢不好一点点哦，但是呢遇水则发嘛，我们呢希望呢在今天呢这个2020 TikTok Live Momo150上市发表会呢就能够有一个这个遇水则发的好开始哦。那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呢百忙之中的抽空莅临。那在活动的一开始呢，容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今日与会的众多的长官以及贵宾。那也有请呢我们待会念到名字的长官能够呢起身跟我们后方的媒体朋友们还有经销商伙伴来挥手示意。那当然媒体朋友们也请呢不吝啬的借给我最热烈的掌声好吗？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 Kimco 执行长柯俊斌，柯执行长，执行长好，跟大家挥挥手。以及 Kimco 营销中心吴嘉义，吴协理，协理好，早安。接着是 Kimco 营业部经理黄俊平，黄经理，黄经理早。最后要为各位介绍到的是双智车业姚振义，姚董事长，欢迎董事长。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呢在座呢从北至南的所有的经销商伙伴们、经销商老板们，我们也给这些老板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欢迎你们的到来。想要见到我们的 Like Momo 一五零的正面目了，但是在今天的活动之前呢，也请大家呢这个掌声呢再热烈一点，让我们呢欢迎 Kimco 执行长柯俊斌，柯执行长来到台上跟大家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执行长好，恭喜。各位同样经理们的贵宾啊，啊我们的媒体朋友以及个人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很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戴可哥伦布的一个发表会。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因为我们从业余二月开始就疫情来产生，而这疫情产生，但是台湾是一个相对来讲非常的稳定，在疫情期间也稳定。那刚好今年是台湾机车市场来讲是补助最多的一年，因为在政府部门有五个部门在补助，从经济部、财政部的太旧翻新，以及交通部的一些 ABS、CBS 的补助，以及环保署七期的补助，有5000块的补助，最后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包括电车跟燃油车。这五个政府部门在补助，所以物车有可能补助从10000多块到2-3万块。所以在整个台湾的疫情期间，2-3月那时候台湾的市场虽然有一点迟缓的情况，但是因为台湾的整个市场是没有封城，所以这个市场还是相当稳定。到4-5月的时候，其实今年是比去年还减少大概2-3%，但是从6-7月到8月逐步复苏以后，现在今年已比去年成长了大概有6.4%。我想在各行各业来讲，是机车是这个行业是相对非常好，因为它增加了大概35000台，35000台的车对各行业，尤其燃油车的整个品牌都有成长。那今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业界在2-3月的时候，在外销市场的部分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大概订单大概有少了大概20%。但是最近整个欧洲市场、欧美市场的订单一直进来。所以产生我们整个工厂都一直在加班，这个是欧美市场的一些需求的缓步。那在今年的市场疫情的关系，光阳一直没有发表新的机型，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疫情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应该是消费者会比较
需求是比较偏移一些价值型或 CP 值比较高的的车会比较多。那因为今年从六级转换到今年的七级，它成本是增加的，价格是上涨，所以我们在上半年主要都是以新的七级汽车的开发为主。那新车款的部分我们在衡量了以后，我们认为在台湾汽车市场来讲我们一直在复古车方面一直占有大概50%，从我们的耐克跟魅力这两个车款，其实在整个复古车一直占有接近50%，同时也因为这样光阳持续大概超过20年的销售冠军，我们相信今年21年也是会销售冠军才对，占有这个。那在整个机车界来讲机车的分为三大类，一个是以讲究速度、讲究马力，那比较偏跑车型的一些重机啊，或者是大体速的；第二个就是一些比较实用型的，也就是说上下班啊一般使用；以及第三大类就是一些就是时尚复古车。我们知道从罗马假期以后，这个苏克达的外观，这个时尚古车一直是非常的风靡在欧洲以及在全球的一些比较相对比较注重时尚、比较注重复古车型的消费者的喜爱。那光阳在欧洲主要这个耐克车型一直在销售。那我们今天要发表的耐克这个哥伦布，对光阳来讲，我们3年前已经在欧美开始销售。那这个车款在欧洲，各位如果到欧洲去看，我相信你到大城市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耐克车款。那我们在欧美主要是卖125的。从此这部车在2017年在美国的摩托车网络票选是最佳的复古车型的苏格达，也就是说我们2017在美国的评价，它是当年度美国评价是最好的，也是最佳的苏格达。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怎样把它引到台湾市场？那台湾市场我们本来就有 Mini 有 Like 的125这个大卖，但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在欧美卖的车款把它提升到150的一个引擎，而这个引擎就是我们 G6 跟 Racing 的四滑的非常有马力跟速度的一个引擎。那我们希望我们用这么高价值的引擎结构来配合我们光阳一直在全球销售非常好的这个耐克哥伦布的车款，能够让台湾的消费者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也是说一个加值的感觉。那我这部车出来，我相信一些年轻朋友绝对会发现，如果在他到全世界看到的耐克的车款，跟我们在台湾是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的车款，我们从整个车款里面的一些配备、一些的引擎结构的部分都已经重新来搭配。那我们相信在下半年的一个市场，我们这个车款应该会让我们的年轻族群以及希望这个时尚车款的消费者得到非常满意的感觉，同时能够采。他如果使用我们这部车以后，我相信他绝对会认为这是物超所值的。那最后我也感谢各位能够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 Kimco Live 的哥伦布的发表会。那我相信今年光阳一定会在发展成功，达成21年化能够在台湾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汽车市场里面，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都认为光阳是一个非常考虑到消费者的
需求的一个厂商，也非常照顾我们的消费者。那我们今天的报表会，我相信各位媒体朋友及我们的经销商伙伴一定会发现这部车真的有它的价值，也是跟目前市面上的车款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好，最后感谢各位，也最后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主席长，我是主席长，我是李栋，我是王启一。好，那在我们的美丽的时辰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之前呢，我们将请大家呢，将你的目光移动至我们前方，还有左右两侧的大屏幕，一起来欣赏全台首播的 Kinco Live Combo 150 TVC 首播。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欣赏。Combo 150。外形、动力无与伦比，我的风格，你的风景，为风格来场壮游。Combo 150，风格力作，听头。Combo 150，外形、动力无与伦比，我的风格，你的风景。为风格来场壮游 ，Combo 150，风格力作，听头。哇，是不是来一点热烈的掌声呢？哇，这么帅气的型男呢，就是要配美车，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了。接下来我们马上呢，为各位进行我们的接车仪式，我们要再度的邀请我们的长官来到舞台上，邀请我们的柯俊明柯执行长，我们执行长请站在我们的绿色草坪处，以及我们的吴嘉义吴协理。还有我们的黄俊平黄经理，以及我们的姚董事长姚正义姚董事长，我们四位长官，我们请就接车位置。那我知道今天与会的媒体众多，待会我们都会给大家呢这个非常多的时间来进行拍摄，也请大家先准备好一个位置，好不好？那待会我们后方还有媒体朋友们，我们也会留时间给大家啊。待会呢，我们会倒数3秒钟，我们请四位长官帮我们进行接车。好的，等他们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倒数3、2、1，请揭晓。2020屏幕外，Combo 150正式发表。哇，非常的好看哦，欧美学复古典雅，这就是呢目前呢为各位呈现的屏幕外。Combo 150，好，我们大家稍微往前面一步，让我们媒体朋友们都能够拍得到照片，好不好？哇，真的很漂亮。我们请吴董事长，对，吴董事长，我们也靠近我们的这个，哇，这个颜色好好看，我这是冰原白吗？然后我们的执行长旁边站着的这个颜色是琥珀绿，以及航海蓝，还有呢，哇，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好看，就是我们的银河黑。那我们请四位长官，我们先看一下中间下方的媒体朋友们，好不好？好，我们再看一下，在3秒钟，中间的媒体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目光移动到左边的媒体朋友们，好吗？左边。好，大家记得微笑。好，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媒体朋友们，啊，身体也可以侧一点点啊，这个身体非常的好看。对，好，那接下来中间还要再补一点画面，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往中间，我们请往中间看一下。稍待一会儿，我们后方的这个媒体朋友们，你请稍等一下，稍安勿躁哦。好，我们一起比个赞。好的，预祝我们这一次呢 ，Like Global 150呢正式上市，然后呢有一个这个业绩长虹啊，一飞冲天，好吗？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媒体朋友们呢，那我们稍待一会儿还会有第二次的拍照机会，我们接下来将时间先留给后方的这个电视媒体以及电视媒体。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们，我们可以先回座，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好，我们看一下后方，好，我们再次的比个赞，好不好？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呢，我觉得不管是型男还是型女人坐在上面哦，相信在这个那么有气质哦又有典雅的车型哦，绝对是非常适合我们台湾的这个男男女女。好的，我们所有的后方的媒体也都有捕捉到画面，是不是？好的，谢谢。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三位长官，我们谢谢执行长，谢谢我们的吴协理，还有我们的姚董事长。那我们要请华
经理请留步，因为呢，这次有关于我们的 Kimco Light Number 150它的产品定位，还有呢，与它的所有的详细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我们的黄俊敏黄经理来做介绍。我们掌声谢谢王老板，欢迎黄经理。要走了，要完了。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大家好。现在由我来介绍 Leica 哥伦布150。Leica 哥伦布系列目前已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销售。其中 Leica 150i ABS 还荣获美国摩托车杂志评选为2017年最佳速克达。获得评审青睐的原因是制造质量、组装水准、造车工艺与日本、欧美等知名品牌并驾齐驱的前提下，赖克150i ABS 提供使用者更加有实用性与价值感。光阳目前的时尚机种布局有小型车身，适合娇小女性使用的 Mini 10 New Mini 15，还有中型车身，适合家庭成员共乘的 Leica 15 Leica 150。2020年1至7月，光阳在时尚车市场取得48.6%的占有率，成功引领时尚潮流，但也无可避免地吸引竞争对手相继投入全新的策略商品。在重新检视竞争对手动态及 Leica 系列消费族群，我们试着以消费者角度思考后发现，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太多的车型提供给希望车型大一点、马力大一点、造型更能表现自我一点的男性消费者选择。因此在这个时机点，我们决定在台湾制造、生产、销售耐克哥伦布150，继续创造机车的时尚潮流。耐克哥伦布150的目标族群虽然锁定在26至40岁的男性，但也不排除往上扩展，形成一个跨世代的男性族群。我们对这个族群的描述是追求生活品味和质感，对他们来说，机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展现自我品味与生活态度的伙伴。于是我们开始发想，什么样的表现才能符合伙伴的定义，让赖克哥伦布150就像《神鬼奇航》里杰克船长的罗盘，每次都可正确的指向消费者新的方向。造型设计，耐克哥伦布150由意大利设计师以极简的线条勾勒出独特的美感，是一部欧风血统加上光阳半世纪造车工艺精心打造的时尚精品车。我们想象一位急于摆脱青涩外表的文青，想表现出稳重气质，如果骑上赖克哥伦布成熟洗练的造型设计，绝对可以扮演出色的伙伴。动力，光阳研发部门将进气系统、燃烧系统、传动系统、磨耗损失等方面，透过提升设计
调教进化后，完成新世代的4V 战斧引擎，领先同级车通过7期环保法规。赖克哥伦布150 4V 战斧引擎，提供13.2匹的最高马力，无论低速及高速的表现，都能满足消费者对动力的需求。想象我们身边陷入中年困局的上班族，如果想暂时摆脱工作、家庭的压力，一个人与赖克哥伦布来个轻旅行。赖克哥伦布150cc 4V 引擎的充沛动力，就像一个忠实的伙伴，会一路陪伴你。安全。赖克哥伦布搭载 CBS 联动刹车系统，当左手刹车时，液压经过3通，同时制动前后轮，借由前后碟盘及卡钳钢进轮，调教出适当的前后刹车制动力。赖克哥伦布前碟采用220毫米浮动式三活塞卡钳，后碟采用200毫米浮动式双缸卡钳，搭配高摩擦系数的来电片，制动效果更准确，散热性更佳。配合 CBS 联动刹车系统，将前后轮同时减速，并能维持车身稳定，降低后轮打滑几率。赖克哥伦布就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随时随地守护你的安全。赖克哥伦布150经典圆形 LED 头灯，反射式高亮度的设计，兼具环保省电、光域更广、使用年限更长的特性。高亮度前后方向灯及 U 型风格尾灯，使用高辨识度的 LED 设计，赖克哥伦布全车 LED 灯具就像一个负责的伙伴，不论白天或黑夜，时时刻刻照亮你前进的道路。舒适。赖克哥伦布独特的 SSC 水平悬吊系统，强化引擎与车架结合物的刚性，提升山道与弯道的运动性，同时兼具一般公路行驶的稳定性与舒适性。赖克哥伦布前悬吊式管径33毫米的潜望式避震器，轮轴行程95毫米，避震效果佳。后悬吊式5段预压可调式双避震器，提供86毫米轮轴行程，大幅提升骑乘舒适性。意式咖啡坐垫、Q 弹沙发几分，适合长途骑乘。搭配 SSC 悬吊及避震系统，赖克哥伦布就是一个体贴的伙伴，认真关心您骑乘的感觉。便利。坐垫前方有隐藏式的小挂钩，扇形仪表板透过传统指针加上液晶面板的显示，各项行车指示一目了然。前手套箱及置物箱各有一个5伏2安的 USB 充电座，双插座的设计让两人出游或下雨天充电都很方便。容量20公升的置物箱可放下1.3/4的安全帽。内缩一体式飞旋踏板，耐克哥伦布用你的角度去发展提高便利性的设计，就像一个懂你的伙伴。耐克哥伦布一共有4款时尚配色，包括经典的冰原白、内敛航海蓝、超凡的湖泊绿以及神秘的银河黑。作为一个称职的伙伴，今天发表的赖克哥伦布150，让年轻的你可以提早沉入内敛，
让熟龄的你可以偶尔自由奔放。骑上赖可哥伦布，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的新海图，发现人生的新大陆。这是赖可哥伦布的规格表，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是赖可哥伦布150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这是黄经理。我是黄经理。我相信呢，大家呢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呢这一次这么好看，然后但是呢又搭配了 Kimco 非常著名的这个战斧引擎的 Lycoco 150，它的售价到底是多少呢？我们是不是有请黄经理来帮我们公布一下？ Lycoco 哥伦布150现金与分期总价都是含排险95,000元。哇，是不是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啊？2020 Kimco Lycoco 150售价95,000元。哎，可是黄姐，那最近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振兴价啊，或者是一些特殊方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2020年9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不论你是现金或分期购买赖可哥伦布150的消费者，都会赠送价值5,080元的专属小风镜以及精美踏板鞋。选择分期购车的消费者，我们还提供了最低月付888元的36期零利率优惠专案，只要申办成功，还会加赠价值6,000元分期购车独享的放心驾驭全方位险。赖可哥伦布150的车主还可以在全省光阳优质的通路使用零卡分期，以8折的优惠价格选购专属精品，打造个人特色的赖可哥伦布。谢谢大家。谢谢黄经理。哇，不但呢有这个888的小资分期哦，而且呢还有呢配件也有呢折价优惠哦。那也有请我们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广为宣传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接获到消息，很多媒体朋友们还没有捕捉到这个画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应观众热烈的要求，我们要再一次的有请长官来到舞台上哦，让大家呢进行第二次的拍照。那我们是不是再次的请到我们的姚琦警长，欢迎我们的柯子警长、柯子警长吴杰礼，还有我们的黄经理以及姚董事长，我们是四位长官，我们站在正中央。好，我们请柯子警长来，我们稍微往前一步。是的，四位非常好，以及我们的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黄经理，我们四位再按个赞好不好？帮我们这一次的 Like Number 150呢按下一个赞，按下好业绩。好，我们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啊，笑得很灿烂的，先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们，先中间的媒体朋友们非常非常的热烈哦，也感谢我们媒体朋友们今天百忙之中的抽空莅临呢，也请帮我们这次广为的宣传哦。那么好看，这么欧风复古，而且气质很典雅的一台机车，搭配上这样子强劲的四力战斧引擎，哇，我相信呢，这个很多的新男新女哦，都会很希望呢能够呢启程在我们的都会街头上。好，我们再看看左边好不好？我们左边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电视媒体。